黑夜之中的觅食之旅接近尾声，这只红白无鼠填饱了肚子，准备在黎明之前回到自己安全舒适的洞中。但意料之外的纷争不期而至。虽然外面表现出胆小谨慎，但在群体内部之中，红白无鼠却有着强烈的领地意识。长夜将近，但红白无鼠的故事还将